四節啦，咁啊，即係身邊除咗阿怡之外啊，咁啊都一樣會有阿方哥，咁啊陣間會介紹，咁佢都我哋即係呢個台嘅其中一位，咁啊好幫得手嘅朋友咧，即係你講啊呢兩年，咁啊即係呢幾年識咗好多朋友嘅，咁我都有，咁啊呢個朋友方哥都，我識咗佢好多年啦，方哥，我識咗幾多年啊？我哋12年都有啦，係嘛？應該唔止啊。即係應該2010年到而家啦。2010年話即係。71就還嗰次啊。哦，真啊！14年啦，即係超即係。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十二生肖都超過一個圈添啊！咁啊，阿爺咁陣間我先再同你去介紹呢位咁啊，佢叫阿叫做對方哥嗱。頭先我哋講即係講翻咁啊，你喺娛樂圈啦嗰個即係唔好話回顧啦，即係呢兩年嘅咁啊嘅經歷啦。